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僵尸第一届打桩伤害比赛现场。众所周知呢，在 beta 版里，这个高建国呢是有反伤的。那么我们的比赛规则也就非常简单了，我们以高建国为单位计量，僵尸能不能吃掉高建国？能吃，那又能吃掉多少个？好了，那么事不宜迟，让我们有请第一队参赛选手，他们就是我们的浦江三兄弟：小白、陆战和铁桶。好的，随着一声令下，三位选手都进入了自己的赛道，然后也同时开始对着我们的高建国输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本次比赛用高建国由戴夫农场提供。可以看到，小白选手第一个体力不支倒下了，紧随其后的是陆战。被我们冠以厚望的铁桶，最终也没能完成一个高建国的目标。那么很遗憾，三位选手都被淘汰，